会有什么在上头的人过来跟我们要主播就行了，所以我们有出路的，千万不要再赶主播下来了。今天也非常好，给我们开门了。你们辛苦我们也知道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听到我们。现在能够借助我们出路的只有司法者，而且司法者必须拿出相关的法律文书跟红头文件，绝对反对层层加码。对，习大大再次重申，人民至上，权力至上，不可以限制我们的人权。搞土政我们严格遵守啊，这个防疫规定，严格遵守法律，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就是说做任何违法越权的事情。妈，已经跟你们讲了，该讲的讲，你一定要发泄，什么你们就发泄一下。不是，我们现在恳请，街道给我们出具文书，不让我们出门的文书。恳请就是说区里面给我们出具就是说法律文件，对不对？防范区的居民不能出小区，恳请。打电话叫人啊！不会的，我们民警跟你一样的，我们也是保护你们的。民警是保护我们的，首先我们确立了，我们民警跟我们不是对立面，大家没有做出违法的事情，人民公安、人民警察是保护我们的。不，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走到那里，我违法了吗？我跟你讲，出小区要有出门证，根本你跟我讲，那这个是违法的，这是违法行为。不是，警察叔叔，我首先请问你，出门证合不合法？合不合法？我请问你，我现在跟你讲，按照上海市，你刚才不是说我看了吗？出去要有出门证，出门证合不合法？你跟上对不对？那我现在跟你说，警官，你回去要有回家证，你警车停这里不能走，你得保护我们，合不合理？你这样跟我讲，哎，鸡生蛋，蛋生鸡，有什么讲出来？现在出去要有出门证，我跟你讲。行了，好，可以了，明白了。传单都拍了，不是昨天那个什么老板在那边什么讲，你这样练腿了。这个真的，哎，万一有的跟着阳了怎么办？大家像我们阳了怎么办？我们现在也跟阳了一样，阳就阳了，对。也没造成的，也不是我们的，我们是没办法。什么多危险？我们现在已经跟阳了一样的呀。居委会逼我们这样的，而且居委那个阳了，我们还要连坐了。警察也就是来讨个饶走了。居委会的人是保护我们安全，警察就看吓唬能不能吓唬。